便宜很多，而且是保证质量啊。来，有请我们下一位。赵汤，赵汤，你们能不能有默契啊？来 ，OK， 来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咱们好，我叫马儿。马儿今天来唱什么歌呢？今天想，我想给大家来一首不一样的风格。不一样的风格，向往神音。哎呦，你这什么什么背景呢？蹦哧吧哧蹦哧，你看他说话这么温柔，你还蹦哧吧哧啊？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刚说，我想给大家送一首向往神音。向往神音这歌你能唱吗？嗯，就是我想挑战一下。我觉得今天的人都唱选的歌都是好难唱的歌，你确定你们能唱好吗？这歌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相信吗？可以给我机会挑战一下吗？啊，向往神音，来来，音乐响起来。你需要伴舞吗？哦，你别离开，你离开我紧张。哦，要唱这里是不是？是，来来来来，亚东老师的，对，亚东老师的，剩两个。现场的老乡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把你们的手给我举起来，好不好？谢谢，给大家顺丰包邮，自己拍。一首《向往神音》送给大家，如果会唱的呢，一起跟我们节奏一起来唱起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歌好紧张，我听得都。我把袖子撸起来，你别紧张。在每一天太阳好升起的地方，红月芬芳。谢谢，有点紧张。紧张？我怎么看不出来你紧张呢？啊，我都没敢面向老乡他们，我生怕唱错词儿。唱错词了，前面没词啊，只能在这看着。来，再次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。来，大家好，直播间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叫马儿，来自湖南张家界少数民族苗族。苗族姑娘啊，马儿在帮你起光，看一下，帮我看一看，我手机在底下。榜十一，榜十一，谢谢。你们在干嘛呢？你们的工作里面在干嘛？来，榜十一。榜十一的马儿，家人们一起帮马儿点点关注，感谢你们。好，榜十一的马儿啊，听说你有个老搭档。他们这造谣的。造谣，来过来。来搭档。我来十分你就为他来的。啊，你为他来的？是的。为什么为他来啊？他现在已经黑的我认不出来了。你俩啥关系啊？嗯，就是啊。你俩啥关系啊？绯闻女友。然后就是喂牛放羊，完了他挣钱，一出去就看不着人了。你昨天跟多多在那眉来眼去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啊？不是他走的，不是我，是他走的。来，接下来这个时间，给你俩唱一首《来了一阵子》，行不行？行。谁的版本？男的版本。我听他的。因为他的，你啥都听他的，你这是啥都听你的，知道吗？地位在这里，没办法。你唱啊，来，爱他一阵子，来。这么高，这么高，我疼了你一辈子，想你也找不到合适的方式，想要放弃你，想忘。因为我的世界你无人没人代替，你拿来，嘉宾最后十分钟时间，我们人气票一起走一走。谁啊？他是昨天的，你是今天的。你是不是那个人？是啊。我一生却陪不了一生，那应该不是，那应该不是。你是别人的风景，可要你是我的眼睛，我不后悔遇见你。昨
有的遗憾都放在心里，可是我后悔我没有成为你的偏爱，你却成了我爱而不得的无奈。来了一阵子，你把衣服拿坏了，等了一辈子，20块钱买的，让你一世让我最心痛的事，是你要走的，想抱抱不想，想忘忘不掉，衣服坏了，想要见面也是一种奢侈。他是以前的。你来了一阵子，你看吧，我痛了一辈子，想你也找不到合适的方式。找到了方式，放弃你，却又害怕失去你，因为我的世界。你无人能代替我的石曼哥，你不要他，他不要你了，他跟我一样，他跟我一样土。你看，你就拿去吧，他黑的比我还黑，我黑的有个性，不后悔，那不成了。所有的遗憾都放在心里，我每一步成为你的不安。怎么回事？你来了一阵子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老娘不发威，你把我当病猫是不是？你就是太凶了，你又没太阳，你还在那里凶。要放弃你，却又忘又失去你。因为我的世界，你看咱俩站在一块儿，你无人能代替。两个黑皮，瞧你谁呢？我觉得还是你俩比较配啊，我俩黑的发亮，是不是啊，老乡啊？所以说咱俩不配。啥不配？说你再黑，我也老板，你俩配。咱俩以后如果打个比方有后代，他最起码不会半边白半边黑。是不是就一球黑、啊、对一球黑啊、哦、好不好，来我看看马儿跟我们的石门哥都在榜底榜十二的石门哥，大家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榜十二的大家，榜十四的马儿、哎、OK， 马儿在榜十四，石门哥在榜十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觉得他俩有夫妻相，我的天哪，完了，谁说的？不像，关键是他太凶了，那你俩再来一首，怎么了，你还要求那么多，你自己那么黢黑还来，我们人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种喽。我玩一下来。你俩好配啊，咱俩像双影师的。最后四分钟时间，人气票一起走一走。来了，去找我。我没后悔遇见你，只是觉得好遗憾。爱你爱了那么久，连个结果都没有。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只是对你不舍。你演的太棒了。爱你是我的选择，放弃是我的抉择，是我的抉择。满世是你又怎样？嘿嘿。深情转移又如何？不是，唱不下去啊！我娘，啊，我来。无奈现实太残酷，对我唱。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彻底。这暧昧狠心的时代，深情。深情什么？不是个笑话。不是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跳。你看你呢，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你扭，你扭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他扭的好看呢，哎，他比我扭的好看呢，他怎么现在？哎，他怎么扭的越来越好看了？我走了。我没后悔遇见你，哎呦，只是觉得好遗憾。
结果都没有，你却跑了。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只是对你不舍，爱你是我的选择，放弃是你的抉择。温柔点下，能女人一点。满心是你又怎样？深情转移，讨厌，死鬼。最后还是被辜负，无奈现实太残酷。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彻底。人气票怎会走这么新的时代，深情只是个笑话。爱其实你又怎样，深情转移又如何，最后还是被辜负，无奈现实太残酷。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彻底。正暧昧寒心的时代，深情他就是个笑话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嫌弃我了吧？你这样，你扭扭给他看。我感觉他没腰啊。不是，女人的腰，男人的头，我能给你看吗？不是，没腰。你不给我看，你给谁看？嫌弃我。你不给我看，给谁看？我给老板看。老板不看。给观众看啊、哦，观众爱看啊、哦。不知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先给我们的石门哥啊、哦，来自我们彩虹糖的石门哥，他的名字是我取的啊。哈哈哈哈。是的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这个歌你不是这个名字你喜欢吗？而更喜欢，特别喜欢。对呀，石门哥他以前唱歌特别好听，我不知道现在唱还穿着西装呢。你还穿西装，来过来，来让他一个人唱一首，不喊点赞，不喊人气票，不想喊。家人们，说实话，我们这是来助农的。我说句实话啊，家人们，我们这是来助农，我们是来助农带货的，你还要送人气票？我觉得人气票你60张打满，你不可以买几张几个买几篮子果了吗？说实话，我不想喊，我也不让他们不要喊了。但是呢，有很多宝宝们打了的，嗯，已经打了的，我们就那个啥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打了的怎么办呢？打了的第十名呢？人气票第十名吗？就是家人们永远觉得唐毅播，唐毅只要一播，我希望唐毅就是拿红灯牌的啊，是吧？只要腾一波就当红灯牌的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没有交人事票还是帮我拿了一个红灯牌啊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我觉得呢，怎么说，就是我来助农的时候，特别是带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咱们就不打人气票了。说实话太忙了，又节目的，又打人气票的，又带货的，真的忙不过来我也啊。没事，进了第十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谢。已经很知足了，来，别说了，快点，其实我再快一点也没有用，你们知道吧。啊，不要就是老是说，哎，动节奏快一点，节奏快一点。其实节奏快和慢不影响你的人气，懂吗？啊，来，我们石门哥今天唱首什么歌？深情只是啊，不是啊，能走吗你啊？真情只是个笑话。诺言。DJ 版还是抒情版？DJ。啊，我以为你唱抒情呢。也可以。唱抒情版。好。好不好？咱不嗨，嗨了也没用。能把别人唱哭吗？可以。来，我能把自己干哭。我给你。唱得好给你唱一段，唱得不好给你唱一首啊，不是，唱得不好就唱一段。行，来，诺言谁的版本？那个圆满的八月凯。嗯，来，准备好，有请石门哥给我们带来一首诺言送给大家。谢谢大家，也谢老板。来，石门哥的名字是我给他取的，希望你能为石门多做贡献啊。必须的。来，我不明白人世间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，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，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
改变。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，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计算是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，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绝磨得的寂寞耐等，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。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，你我不能冲突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生存着为爱带的枷锁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，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，你我不能冲突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，就这样松开寂寞的手，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，让爱走，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。呼，好听吗？谢谢小姐，咱们点点榜一的关注。没有石萌根唱得很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只能让你唱一段啊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。石萌哥也是签约，就跟我们公司再次签约的主播，也是个非常感恩的一位主播。然后呢，唱歌你们也听到了，非常用心的唱歌啊、咱们再次呢，给我们石萌哥点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再榜几啊？榜十三，榜十三的石萌哥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老板点点关注一下吧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榜十三的石萌哥，咱们再次给他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好，加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我们唱《我和我痴心》，可以吗？哎呀。你说话的跟那个好像啊，跟华仔好像啊，我和我痴心。对对，那我跟你一起唱好吗？最好了，来，最好了，他是说最好了。来，有请我们一首《我恨我》，哎呀，没不是，搞错了，《我恨我痴心》送给大家。这伴奏怎么这么难听呢？是什么伴奏？Yeah! 好尴尬啊，唱的。昨夜伤人说泪别来，你怨有我又望我发呗，要给这发霉干我路上为何昨夜有双手围着泪，我放过我努力我赌给，想跟你分离在你给你忘给，我也有黑匆匆把预备才几个你后生把乱乱世泪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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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有风起雷万树给手迷我，心肝真正是我是最难过，为何你负意我恨我亲生。好，收收收收收收收 ！Oh my god， 这伴奏是什么伴奏？伴奏我的天哪，有点慢。这是你的伴奏吗？不是我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伴奏不行，我这唱不了，不行，这伴奏。我们换一首好不好？换一首你擅长的好不好？哦，那就慢歌吧。就我刚刚想了一首歌《上海滩》，你会吗？上海滩，可以吧？行不行？就来男生版本。我跟哎呦，不要脱墨镜，不要戴墨镜哦。途经了四关时，混浊涛涛入片草楼，是喜是愁。浪里奔波清欢笑没有，春光
想吧，笼里看不草又没有。人来问干净否，死代讲一发不收，转千万转千多，以马匹赴此中争夺。又有黑又有瘦，就算分不清苦笑没有，燃眉花百千落，在我心中起伏多。今天在伴奏上是发生了什么事能告诉我吗？这伴奏是不是不爽？这个还好，比像那个强多了。哎，我受不了这个伴奏，你给我停了吧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这伴奏跟这人声的不在一个频道，你没发现吗？啊？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再说一下。丁力。丁力在帮你看一下。啊。他应该在飘屏吧？那个常德华仔，丁力。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在榜几吗？在榜二十二，榜二十二的丁力，咱们给他点点关注，好吧？我吗可不要这么用。美女大衣，我看你一个人在舞台上太寂寞了，我上来陪陪你。谢谢。OK， 来谢谢华仔，不是来再介绍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啊，好不好？丁力，常德华仔，抖音名。什么？抖音名常德华仔。常德华仔啊，在榜二十四。榜二十四，常德华仔啊，给他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现在伴奏没弄好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掌声送他。给我唱一下嘛！天下有情人和江山无限，你唱一套《江山无限》听一下，谁的版本？原版。谁？屠洪刚老师的。你唱屠洪刚老师能唱得上唱得下去啊？我试试呗。不升调吗？不升调。啊，你声音那么低吗？试试吧。啊，这么低你能唱吗？没事。来，那就来，你唱。好。我们石门的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好！我也是来自石门，我三嘎嘎你的哦。可以了吗？声音？是声音断续还是话筒断续？没有了吗？可以了，来。哎呦，等一下，妈妈，清风。对了，哎，你唱的好好啊！等一下，他这个慢了，我听不到声音了，我这个到底能不能听到？好响，好响，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。怎么换一个？换个给他好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头痛，我真的是。因为以前那我啥回事，唱的好好啊他，我天哪，刚刚那一句把我惊艳到了，真把我惊艳到了啊。嗯，没事，家人们，我们现在的团队就是这样子的，不要不挑毛病了啊。今年就这样了，咱不搞的，咱就这样子唱吧，就是这样播吧啊，今年咱就这样吧。来，有没有声音？可以了。刚刚的歌词是不对的，我跟你说，歌词慢了，就是已经唱了他才到你的那个。对，我刚刚你的歌词等一下挪前一点点啊。好的，来准备好，来再继续，来继续来啊，唱得太好了，来。不慌妈清风横斜江山无限。
成舟，一成星，月轮霜。寻南走北，悠悠万事之上，善恶谁能断？寻南走北，悠悠万事，难道天地人断？我给你升三个调，行不行？行，升三个调。这是高手啊，家人们，这是高手啊。你是本地人吗？我是本地的。你平时唱歌吗？唱。直播吗？播。播啊也、哎、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啊，不然听不到声音啊，这个话筒近一点啊。来这样子啊，在榜姐给你点点关注吧。榜七，我是榜七的、春花芳芳。芳芳就是你啊。对。